的呢。你吵醒你了？没有，我吵醒了。早安文。原来在你身边醒来是这样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很幸福的感觉。我也觉得很幸福。真希望每天都这样。你想啊？我是真的很想，每天早上醒来都可以给你一个早安吻。那看你表现了。哦，我昨天的表现不够好吗？谁跟你讲这个啦？现在几点啊？9点多了，我手机没响吗？我把手机关机了，我想好好迎接我们一起醒来的第一个早晨，不要被任何人打扰。那就等一下再开机了。我们先去吃早餐吧。吃早餐，我要开动了。哎呀，不要！来嘛！哎，我昨天问我姐啊，到时候婚礼要不要一起办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啊。如果可以跟大海他们一起办婚礼，一定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哎，但是大海会不会把婚礼办得很浮夸，像是弄个嘉年华会或者是园游会什么的？你放心，就算小云不阻止他，我也会阻止他的。那就好。那你会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？我没有特别想要什么，就是简单不失礼就好了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你会想要那种公主式的婚礼。如果你可以弄来一个城堡，我也是 OK 的。然后我还要马车，还要有化妆舞会。你还说大海浮夸？我看你比他更浮夸。不过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点。那什么才是重点？重点是，我们要生很多的小王子跟小公主。阿空，怎么突然来了？我差不多在你们讲到大海很夸张，可能会把婚礼搞得像嘉年华那个时候进来的。是说，怎么来的时候不先说一声呢？他的进来的时候刚好你们在你侬我侬嘛，不好意思打扰。可是现在啊，不出声音不行了啊，我怕你们当场示范怎么生小王子小公主。我差不多了。那个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跟我说啊，求婚成功了吗？对，所以啊，我就想说是不是该到他们家走一走了。阿父没关系，不急啦。什么不急？这是礼貌问题啦。我是男方家长啊，应该到你们家去拜会一下你的父母啊。我觉得阿公说的对。阿公想什么时候去？现在。现在。